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，老许，老许，真没想到啊，你这新女朋友陈老师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我节目的重量级嘉宾。许志跟我说，我还不信呢。没想到你们也认识，是吗？真没想到。那个，我们俩是一个大学的。啊，来。哎，老汪，等着急了吧？哦，没事，看下象棋呢。哎，那个人都齐了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。好。这是我朋友汪国坤，这是我大姐许志，二姐许薇，这是二姐夫王闯，然后这位呢就是大姐的朋友雷达，啊，这位呢就是我亲爱的舅舅，后面那位漂亮女士呢就是我们的准舅妈。大家好，你是诺诺的朋友啊？谢谢您请我们大家一块去度假。不用谢，我这个人就喜欢热闹，人多了不是热闹吗？咱们都到齐了吗？齐了。那到齐了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好，来来来，坐我的车，我这车可以坐四个人。走吧走吧。哎，徐志，你跟我们坐雷达的车。啊，您跟陈老师坐雷达的车吧，我跟他们就好啊。啊，没问题。好的。那个老许，别上车，坐我车，正好咱们仨好好聊聊。来，跟我走，这这这。陈老师，老听许志说起你和老许的事儿，怎么不常来家里啊？搞得我现在才见到你。别把自己说得跟家里人似的，人家去不去我家里你知道啊？我不是听许志说的吗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总也摆不清自己的位置。是，嘿，我这脑子，现在你们俩的关系比我亲。就是啊，虽然你们俩在肢体上始终保持距离，你说这老许啊，一见到我车就直奔副驾驶，就怕我一路上空虚寂寞了。好兄弟啊，真是。我晕车，坐后边我怕我吐了。